为了通过 DeFiU 产品获得 Ultima 硬币的奖励，您需要将 Whip Split 硬币或 Unity Split 硬币提取到您的 Smart Wallet 钱包中。不要忘记激活您的钱包，以便使用 Split 硬币进行各种交易。向您的钱包中转入一个 Smart 硬币就可以激活您的钱包。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要转出硬币，您的账户必须启用双因素认证。要提取 Whip Split 硬币或 Unity Split 硬币，首先登录 DeFiU 网站，进入 Payout 菜单部分，这时将打开一个窗口，其中将显示可供提取的 Whip Split 硬币和 Unity Split 硬币，选择您要提取的硬币的金额，然后点击 Next Step 按钮。在新打开的窗口中，您需要粘贴 Split 钱包的地址，钱包地址可以在 Smart Wallet 中复制，粘贴复制的地址，输入要提取的 Split 硬币的金额，然后点击 Transfer 按钮。在之后打开的窗口中，您需要输入双因素身份认证的验证码，打开 Google Authenticator 应用程序，然后在相应的字段中输入该应用程序中显示的最新的验证码。如果一切操作正确，您将看到一条消息，表明已创建提取硬币的请求，硬币将很快就会转到您指定的钱包中。提取的历史记录，您可以在 Payouts History 部分中找到。如果您还有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将为您提供您需要的帮助。祝您一切顺利。